你怎么这么不爱你弟弟呢？啊？我说了这么多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我们真的没有见面的必要。我特意过来找你，你就这么冷冰冰的？整整一个月零八天，你把我心都撩走了，你说分手就分手？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是腻了还是喜欢别人了？对不起，我还有工作。喂，怎么又开房啊？事先也不跟我说一声。好，我中午过来。找我有事儿吗？跟了一路了。哦，我进来说吧。请坐。你是哪床患者的家属啊？患者有什么不舒服？心里不舒服。病历给我看看。是我心里不舒服。你挂不上号才跟过来的吧？还有点时间，来，坐过来，我给你检查一下。先换衣服。我刚才看到一个渣男欺负一个小女孩，还脚踏两只船，所以心里非常不舒服。您觉得这个能治吗？不是，刚才那个治不了是吧？来，我帮你。听到声音了吗？是什么声音啊？心跳。是人的心跳吗？当然是。所以请记住，好好做一个人，不要辜负身上这身白大褂。不是，你误会了，那女孩我根本就不认识。贾辉，你有事啊？没事儿。儿子，妈，妈用不着在医院旁边开个房给我煲汤，回家又不是喝不到。怎么了？我没有到医院去找你，我没打扰你工作，我在医院外面，我怎么不可以吗？啊？妈辛苦了，来来来来，您坐着歇一会儿啊。没事没事，儿子你快坐你快坐。哎，妈，问您个事儿，那个叫小粗包的那个小姑娘是怎么？小粗包，哎呀，你怎么知道他呀？啊，不是跟您说了吗？您不能用我的名义跟人家接触。那你要我怎么办？我可是为你好。你说你对相亲的事儿也不上心，也不主动，但是我没跟他说什么呀。嗯，就是他有时候发什么美颜照啊、美食照啊，我就给他底下发一个说：“哎呀，小仙女好漂亮啊。”他有的时候不开心了，我就给他发一个冷笑话。他有时候失眠，我就给他发个轻音乐什么的，就这些。妈，您这还没说什么呢？啊，您也太会撩了。这帮着儿子在网上谈恋爱，您是第一人了吧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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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总而言之，
妈妈是为你着想，我是全心全意的为你好。啊，是的。嗯，哟，汤凉了，赶快。哎，烫不烫啊？不烫。慢一点啊。啊。我不喝，你喝。你每天是有定量的，来，快你喝。好孩子，喝完了换衣服跟妈走。妈，我这还要回医院呢。爸，吃饱了是吧？啊，那咱们走吧。我不走，我还有两家中介没去呢。不是，我下午还有事。别给我编！你再给我编！今天下午轮休，我还不知道呢。我都陪您玩了一上午了，您看看那么多中介，谁收你这一间房啊？咱别闹，回家吧好吗？我就不信了，我这间屋子还卖不出去了，真是。你自己看看，来，这个，这后边都有自然情况。这个，看这个女孩，一共有几个女孩？干嘛你？给我看，啊，你看看哪个适合啊，哪个你比较喜欢，你跟我说。后面呢都有电话号码，到时候咱们约她啊。还有呢？上面都有他们各自的情况介绍，工作、兴趣爱好什么的都在上面，你给我背，我回来得查你，你知道吗？你别这跟我对付。我下午可真有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哎呦不行，那谁来了？我得去接他一下啊。哎，喂，啊，啊啊啊！下周排班是吧？周四上午是周文文，啊，下午是于佩佩。不行了，那得约到下个月了，啊，好，先这样啊。哟，挺巧啊，还挺能约，你这上午下午排满了都能约到下个月呀？照你这约法，你得补补啊，身体更重要。补补？你每个月都这样啊？想什么呢？双击一下那个，哪个呀？全是球那个，那底下是。对。嗯。干嘛呀？喂你吃了这么多，什么时候有公家？这么大的事儿，至少再等个。三六七八年。